光临，光临，我帮您拿行李吧。陪我吧。到了，到了，请上车。您就是新来的小明吧？请跟我来。这位是小明，他看起来大概27岁，他应该是女生。这位是老李，他看起来大概24岁，他应该是男生。24岁，她应该是女生。你好，这位是新来的小明，请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在养老院待了3年的老王。喝些什么？小明比较喜欢喝雪碧。可以拿一下雪碧吗？好的，请稍等，我马上回来。